一大早，好的，我们今天包车要去京都。左前方这一台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好，我们要先去京都，三井饭店接姐姐姐夫他们，他们昨天住豪华的饭店，以后再来等他们开箱。那姐姐你先上去，我拍你美丽的背影，神秘人。嘿，怎么坐好呢？大阪历史博物馆哦。手指这样子在那里拍照，谢谢。那两个在那边拍照，就不会用脏手。手先走了吗？你们要呢？要不要上？就从远的。好，谢谢。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我们现在在京都的市区。我们等一下去哪里？今天晚上去那个花见小路植园吗 ？OK， 好啊。妈妈刚开始要准备照都没照。踩出去哦，白线这里就好了。好了，走了。最喜欢这个包，好看又好用。很轻的。就边逛，然后就先拿最后面再看。没有文化吗？要吃吗？要吃吗，哥哥？你在？哥哥，他这个是清蒸的。你戴帽子的话，才是你的身份。看你这么说，他不接。这边照一下好不好？这里拍很漂亮，好美哦。气太好了，刚好又是礼拜六，疫情刚开放，现在又是樱花季，所以啊，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来京都这里。不知道，等下。清水寺。아까그거아까이야기니가는부진한데가로너비행하는거지금지금天气好好，樱花雪，有看到樱花雪吗？这边有人在吃点心。
下樱花雪了，好美哦！樱花雪，爸爸，我们这里拍照。các bạn hãy đưa cái này đây các bạn đi. Xuống xe ăn chỉ kinh cỡ sự.对，要买票哦。夜票晚了。好嘞。要。跌倒，我跟你讲，不能又在滚着去，用滚的滚下山，搞不好刚好滚到爸爸那里。不是他那个大腿那边神经，要不要买？要不要买？都没了，不换了。Thank you.